走进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胡杨林深处，拜访这里的胡杨人家。450只，这么多啊！沙漠牧民家中做客，挑战极限美食。前往中洞苗寨，寻访中国最后的穴居部落。没有房顶，用洞顶当房顶。远方的家特别节目《大好河山之三级阶梯看中国》第六集，家在高原盆地间，正在播出。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地处塔里木盆地北部，北靠天山，南拥大漠，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古龟兹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沙雅县还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就是胡杨林。这里拥有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胡杨林，面积近200万亩，因此沙雅也有着中国塔里木胡杨之乡的美誉。从沙雅县城出发，走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胡杨林深处的盖兹库木乡杰然巴西村的一户人家。我们到的时候，主人家土热寒爱喝奶提，正准备给自己的羊群喂食。你看，我们一来全都跑了。这给他喂的是什么呀？就是个玉米。玉米。还有那个菜籽。菜籽。哦，吃的很好啊，他们。因为他那个乳也很好吃。哦，就是羊奶是吗？而且羊肉，羊肉很好吃。哦。很有名的。很有名。很有营养的这个。阿姨家养了多少只羊？아들은실컷한다컨지르자루바다다좀쉬마루정키치마정키치도빼면서정키치도이사리켜봐450大小都包括450个450只，这么多啊。对，哇，好厉害啊。所以大家现在看的是在羊圈里面，你看这周围全是小羊，其实在屋子里面还有大羊是吗？大羊有多少只？아들아시는이치즈보가나시다중국은컨치스와대도중국은쉬마루300只300只大羊。在茫茫的胡杨林海中，伴生有红柳、沙棘、罗布麻、甘草和其他牧草，而这正是土热寒爱和买提家羊群的主食。胡杨林中的这些天然食品，使得这种塔里木小山羊肉质极其鲜美，享有着天际龙鳞的美誉。那像您这个一年会卖出去多少只羊？就卖这样的小羊羔吗？最多出一百只，最小出五六十只，就是这么大小的，就是这么大小的。哦，反正没事，那吃干了，咱们现在往上冲突嘛，冲突，比这个比较大的时候，还要再大一点的时候，再大一点出。哦，那其实这算是你们家的。长大到那个10公斤左右，10公斤，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羊，对对对，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在这边喜欢吃小一点的羊，小一点点那个肉比较嫩，就是大的就是比较硬了那种。哦，像这样的塔里木小山羊，一斤羊肉可以卖到40-50块钱，这也是胡杨林里农户们的主要收入。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些蔬菜，养上些鸡。除了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需要到乡里去买之外，生活基本能自给自足。千百年来，塔里木河畔的胡杨逐水而生，而胡杨人家则逐水而居，逐草而牧。我没有想到阿姨家里面吃水是从这儿吃，这是自己打的井吗？아들마시아이들장롱이치들어가수유못쉬면잠시아주의장롱계속하고도하면서주스담은自己打的井，自己打的井，水就是这个。哦，所以你看这个，从这上面你能看到水还是挺清亮的哈。啊，这个井用了多少年了呀？아들마시고도하는시들어가도간지가크도됐습니다고도하는시들어갔더니마시아끼는시들어갔간지가어디서나오간다시나호간다슈그즈마이끼가크르시들었어슈크르시40多年了吧40多年了，我能试试吗？박사보다는데스네스박사오
还是水还是很丰沛的哈。对对，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会觉得有点尘土飞扬的，觉得这个地方水是很缺少的。那没有想到家里面就可以有这样的景。可以尝吗？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可以可以可以，我来尝一点。啊，水很凉，水很凉，而且真的很清亮。你看，没有什么别的颜色，也不会像是周围我们看到的河流里面，可能水稍微带了一点泥土。什么样甜的吗？有点咸。有点咸，啊，有点咸。为什么会有点咸呢？你是不到肚子火的。就是这地的那个地下水，就是那个咸比较多嘛，这个土地。本来那个条件就是这么差。土热寒艾和马蒂说，他们家的井现在是30米深，虽然井水有些咸，但是满足生活需要没有问题。而且虽然身处戈壁深处，但是却有一条水渠从他们家门前流过。孩子们在渠边戏水，让人恍惚觉得这里仿佛是戈壁滩上的江南。虽然远离城市，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很多自己独创的美食。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土热寒艾和买提为我们做了大地烤馕和烤肉。哇，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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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真的是最热闹的时候了，现在烤肉也穿好了，然后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来在这儿烤肉。哇，这一拍能烤好多肉。阿姨期待吗？没。想不想吃？想吃。因为今天阿姨是最忙碌的，上然后一开始就来给我们做那个烤馕，然后忙了很久，然后现在呢终于肉也穿好了，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等着吃烤肉了。而且这个肉啊，经过炭烤的这个烘烤之后香闷闷的，特别好闻。你瞧，大哥现在就把这个细盐慢慢的撒在上面。刚刚宰杀的塔里木小山羊肉质红润细嫩，肥瘦均匀，只烤了7-8分钟已经鲜香四溢。来，第一个给你好吗？阿姨也尝一串。来都有的都有的。哇，好大，好吃吗？很好吃，我也尝一尝，看他吃的那么香都忍不住了。尝一尝，阿姨。还是很烫的。嗯，嗯，好鲜啊。肉很香，因为它撒的那个盐很少，所以你看一下里面肉的这个纤维还是很细的，一丝一丝排着，一丝一丝，非常的纤细。然后烤的外面呢，因为它本身自然而然的那个羊肉的那个油就自己在外面，没有再多余的刷油，所以它也不会很油腻，非常好吃。对，土热寒艾和买提老人说，无论是大地烤馕、大地烤肉还是烤鱼，外来人眼中的美食，即使是他们这里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就像经常有游客来这里欣赏胡杨林一样，在他们的眼中，胡杨林其实就像城市中道路旁的绿化树木一样稀松平常，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土热寒艾和买提老人在胡杨林深处的戈壁滩已经生活了40多年，外来人眼中生活不便、环境恶劣的戈壁滩，却是他难以离开的故乡。虽然子女都在沙雅县城买了房子，但是老人始终不愿离开。真正走进这个胡杨林深处的人家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也挺好的，因为在这儿他们有自己的羊，然后有自己的鸡，然后有自己的地。所有的孩子们回来之后呢，可以一起热热闹闹的聚在这个炭火边去吃这个烤肉。而且他们的家里院落的旁边全部都是胡杨树，一年四季看着它不停变换这样的风景。其实这些胡杨林也在陪着人们经历一年四季的变化，而人们也是用自己的这些爱去守护着这一片胡杨林。这也是我们旅程当中很特别的一站，就有美味，也有这些很真情的故事。谢谢阿姨。傍晚夜幕低垂，远处胡杨林里羊群回圈时汤起的尘土，在林间仿佛形成了一抹轻雾。天空中不时地有归巢的鸟儿飞过胡杨林的树梢，
近处人们围在燃烧的篝火旁品尝着美食，不停地说笑，这不禁让我们摄制组感慨，只有荒凉的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即使是在风沙肆虐、极度干旱的戈壁深处，人们依然能世代逐水而居，生生不息。就像他们房屋周围这些在1亿3000多万年前就开始在地球上生存的胡杨树一样，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朽1000年。胡杨林里的胡杨人家，就这样在塔里木河两岸繁衍生息，与大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共生。探访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最后族群。看你的脚印，他们也分别出来你是外人。沙漠牧民家中做客，挑战极限美食。小心！远方的家特别节目《大好河山之三级阶梯看中国》第六集，家在高原盆地间，正在播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塔里木盆地的中心。达里亚布依乡距于田县城200多公里，维语意为沿河而居，当地人把那里称作大河沿。据说早在400多年前，达里亚布一人就迁居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村子中间的沙丘上能看清整个村庄的全貌。达里亚布依乡政府所在地是克里亚河下游最大的绿洲，聚居着20多户人家，四周被茂密的胡杨树环绕着。阿克里说，达里亚布依一共有1400多人，居住很分散，最远的距离这里有80多公里。每到星期五，周围散去的村民都赶到这里做礼拜，礼拜结束后顺便走走亲戚。此时村里唯一的一条街道上聚满了人，他们互相友好地打着招呼。你们都认识？达里亚布依村里面没有不认识的人，他们互相都认识。看你的脚印，他们也分别出来你是外人。是吗？嗯。脚印怎么能看得出来？达里亚布依村的人走路就是往里踩，他就是这样踩的嘛，是不是？就内侧使劲哈。内侧是。嗯。不是达里亚布依村的人，大部分就是外面这种踩的。你看，哦，脚印都不一样。哦，他们还仔细观察过这个脚印。嗯，一般这个放牧的过程中，看这个羊的脚印，那个找那个羊群嘛。哦，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是在就在沙漠当中生活，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因为可能在达里亚布依地广人稀，长久以来人们的生活就是以放牧为主。最近几年，随着沙漠探险游的兴起，这个沙漠村庄也在一点点改变。看今天村子里真的是很热闹哈，大家。你看这是商店。这个是商店啊，可以看看吗？可以看看。你好。你看他们见面都会很友好的打个招呼。哦，快来看，你看，这边还有卖西瓜的，还有卖大白菜的。这间小店售卖的商品都是从县城采购的。店主马斯利木告诉记者，这个季节卖的最好的是西瓜，一块西瓜1元钱，除去运费后每个西瓜只能赚几毛钱。达里亚波伊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满目黄沙，而是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从2001年开始，当地政府陆续为村民配发了太阳能发电板和卫星接收器，并且为每户人家都装了一口压井。阿克利告诉记者，虽然达里亚波伊交通不便，但并不影响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最近两年，乡里接连出了3名大学生。阿克利带记者来到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家。您好，听说您家出了大学生了。什么？好。哦，好，雅克西。啊，雅克西。那您的孩子在家吗？爸爸，你要吃过在哪？帮我。啊，
哦，就是他。啊，你好，在帮妈妈干活呢是吗？是。嗯，你是今年刚考上新疆财经大学？哦，好厉害哦。在我们采访时，库尔班罕家来了很多人，他告诉我们，因为再过几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了，亲戚们都赶过来送他。对我们维吾尔族来说，抓饭是刚很多客人来的时候得做的很好的。啊，就是招待客人是必须要拿抓饭来招待。库尔班罕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这一次也回来帮忙招待客人，一盘盘油亮的抓饭陆续出锅了。亲戚们在客厅里依次坐开，安静地享用着美味的抓饭。等库尔班罕一家人忙完，我们坐在院子里聊起天来。买提肉孜家以牧羊为主，再加上他的工资年收入有6-7万元，而库尔班罕上大学后每年的花销估计在10000元左右。可以说这个家庭供库尔班罕读书的压力并不算太大。那听你这个意思是你毕业以后还打算回来是吗？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风景。嗯，就是这里的生活你已经习惯了。嗯，所以我想毕业了以后在这儿回来，在这儿工作。嗯，库尔班罕还有一个打算，就是在大学期间把英语学好，因为最近几年来达利亚博伊的游客中有很多外国人，库尔班罕希望能够跟他们交流，而且他认为毕业后回到这里时会有更多的人来到他的家乡。位于内蒙古高原的腾格里沙漠是中国第四大沙漠，面积约4.27万平方公里，起伏连绵的沙丘如同凝固的波浪一样高低错落，柔美的线条显现出它的非凡韵致。格日图的家距离大漠边缘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10公里，摄制组的车辆却曲折蜿蜒地行驶了将近20公里。接近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介绍一下这边的主人。你好，嫂子。你好。别问你好，你问好。是叫格尔勒嫂子是吗？你好，格尔勒，自行格尔勒嫂子。对。这是您家哈。嗯。谢谢你，我们今天跑了好久的沙漠，终于看到你们一家，挺好的。这一大片都是你们家的是吗？嗯，我们家。然后就你们一户人家。一户人家。那你们有邻居吗？没有邻居。没有邻居啊？这周围没邻居，他的邻居还很远。嗯。那万一要有个什么事情？在腾格里沙漠之中。这样的牧民点相互之间的距离都很远，近的也有20-30公里。在沙漠中建立牧民点的依据自然就是水源。那你们这一带最近的水源在哪儿啊？这儿。哦，这个底下有井是吗？嗯，说过井吧。是，那你们是挖了大概有多深找到地下水？那就10米。10米呀、啊嗯、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水看。沙漠之中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尤其是在沙漠湖泊附近，一口10米深的水井就能解决牧民们的用水问题。就是虽然这里有井水，但是在沙漠里面用水还是非常宝贵的。呀，好清的水呀、啊！沙漠中有甘泉。水很甜的。啊。甜吗？真好喝，要不要来喝一下？停下吧，嫂子，我怕浪费了。好了。清凉的甘泉让我们对于沙漠的生存环境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要来看一下晚饭做的怎么样。这里唯一的一个砖房就是厨房。这是一整头羊哈。嗯。这个盐怎么这么粗一颗啊？这是哪里的盐？湖泊的。湖泊的盐啊？是这里的湖泊吗？就是那个咸水湖里面的盐是吗？那是你们自己制作的吗？捞水上来晒干成盐。哦，呵，最原始的煮羊的方法是吧？您平时吃羊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啊，都是这样。就是只用水煮，加点盐。加点盐就是水。嗯，用柴火烧的，哇，好香哦，又热又香，真好。完全取自天然的食材，下午刚刚宰杀的新鲜羊肉，在柴火熬炖下，已经散发出了阵阵肉香。
进沙漠之前，每个人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却没想到在大漠之中能够吃到这样的美食。我们知道这是蒙古族家庭表达热情的待客之道。夜幕降临以后，晚餐正式开始。格日图的几位亲戚朋友也远道赶来参加这次聚会。在蒙古族的家中做客，敬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很快在推杯换盏之中，气氛变得热烈起来。只是我们发现这餐桌之上并没有主菜手抓羊肉。像过去的话，先菜上来，先开始九锅三巡，开始一尝尝到尝到尝到两点钟，开始上肉，吃上了吃饱了以后，继续尝尝到天亮，到晚上两点。嗯，尝完以后，尝到天亮了以后，就热茶一端，把肉一削，又吃又喝，有几事儿就走了，没事儿的继续喝，就这样。有的人第二天起来不知道我昨天吃了没有，还掏牙干什么牙不流血。哇，真的！现在不是都知道？哇！哇太棒了！哇，好香，好香，好香！羊肉一来，歌声也起了。都是那山通高乐，红楼的山和山。如今在蒙古族的聚会时，并不会像原来那样喝到酒醉才上羊肉，但是整个仪式的过程还要保留。今天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大家吃好喝好，走起了路摇摇晃晃。啊，好，站起来！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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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家不吃肉，主家不吃肉，哇！他让大家吃完了，他最后是这样的。我说怎么主人说完话就直接走了？他是要把一整只羊都留给客人吃，是吧？哇，这种热情的方式很特别啊！在蒙古族的待客之道中，整只羊都是献给客人的，不仅不能私下保留，客人食用时主人也要回避。以是让客人不必客气，尽情吃喝。盘中的全羊肉由主要贵客或家中长者代为分切给客人。换上，你先来，来来来，坐来，没事。好好吃啊！在羊肉的部位分配上也十分的讲究，其中最为尊贵的就是这肥腻的羊尾油。啥吃的都是啊，不吃肉的。姐，尊敬的主持人啊，尊敬的客人，谢谢啊。哎呦，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大沙漠里面啊，感谢你们啊，下次光临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羊尾巴。羊尾巴？啊，哦，就是刚刚那一大团，就是油油的羊尾巴。它是全都是油吗？啊，全是油。啊，我看你给他表演一下吧，你先来一下，让他看一下。先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看他，你表演一下。对，就是这样吃。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在蒙古族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积累下了独特的饮食经验。在他们看来，羊尾油虽然看着油腻，但却可以增加人体热量，抵御寒冷，而且还能保护胃壁，修复胃黏膜，帮助脾胃消化，是羊身上最有营养的部位。因此在蒙古族的习俗中，为客人献上羊尾也是最高的礼节。深呼吸一口，使劲，再吸。哎呀，好，哎呀，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就成功了，就是。哎呀，真厉害，这个还没见过，他第一次就成功。门根有拉红大红大，门门路门金塞哈，塞门人外东塞哈。蒙古族的歌声总会让人沉醉其中，在这场纯粹的家庭聚会中，我们感受到了蒙古族的热情豪放，更看到了这个民族传统习俗中的礼节与文化。石头做瓦片，探访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
这石头比我还高，比我还大呀。那是设备。前往中洞苗寨，寻访中国最后的穴居部落。没有房顶，用洞顶当房顶。远方的家特别节目《大好河山之三级阶梯看中国》第六集，家在高原盆地间，正在播出。沙漠和戈壁中的人们依靠智慧和毅力与自然和谐相处，守护着他们的家园，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生活在大山中的人们也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在太行山脉的山西晋中，很多分布于大山中的村落都使用当地的山石建造房屋。大叔，您是前面这个村子的吗？这个村子，您这是刚从地里面扛回来这个？喂牛。啊，喂牛，您家还养牛呢？养牛。那您家是石头房吗？俺家石头房。石头房，能跟您去家里看看您家的石头房子吗？不好，俺们那是老破房。老破房有多少年了？那可年头了，我记得都是那老破房。啊，五几年的房子，住到现在。哦。那看来这石头房子挺结实的呀。挺结实。嗯。石头房不会。嗯，哦，不会坏。我们跟着常乃路进入村子，听他说，因为在太行山脚下，这一片的村子自古就有用岩石建造房子的习惯。石头房子坚固耐用，历经百年都不会倒塌。村里年头最短的石头房也有40年的历史。哇，这也是石头呀！那是砖压的。哇，这石头比我还高，比我还大呀！那是石板。啊，这是石板。你看那房上不是盖的？啊，顶上也是这种石板。这一块有多重啊？那好，这一块重的。像这一块，像这一块重140-150斤，140-150斤。哎，那这三人往回抬，三个人往回抬。哎，哎，这敲起来，大着俩人抬上，这敲起来像塑料的声音，不是石头的声音。富裕村地处太行山坳，全村200多人，因为这里平原少，村民多以种植小杂粮、养殖牲畜为生。常乃路祖上三代都住在富裕村。家里有6亩地，平时除了种植些玉米、小麦，还养一些牲畜来卖。你看，这是牛妈妈，还有牛宝宝。牛宝宝。牛宝宝，这小牛什么时候生的呀？前两天吧。我都是这样。所以这小牛还有点怕人呢。我感觉村子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石头垒的，你看牛圈也是石头垒的。这地这哪个出来嘛都是这个东西。啊，出来就是石头。出来都是跟着山上的。那这个结实吗？结实。结实。听常乃路说，富裕村东面就是青漳河，这些石块都取自于那里的河滩。石头从大到小层层垒起，虽然没有用任何的水泥，但是非常坚固。村子里像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告别常乃路，我们继续在村中行走。富裕村依山就势，街道房屋全部用条石和石板铺成，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房屋外表朴实无华，但是又个性鲜明，在大山之中显得恬静自然。我发现啊，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这个方法呢，不仅仅是用在修长城上面的，那生活在长城脚下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把这种智慧运用在了生活当中。你看，像这个墙砖啊，就是在河道里面捡的鹅卵石，然后把它敲平敲整。那么像这个房檐呢，这些用作瓦片的石头，就是你看是太行山上的这些页岩，这些沉积岩，而且每一块都特别的大，放眼望去，大概这一面屋檐大概也只用了有10几片瓦。看它们的厚度呢，像压在最底下的这个厚度呢，大概有5公分、5厘米。然后在上面的这些就是薄一些、小一些的，基本上都是红颜色、褐红色的。虽然我们摄制组之前也曾在很多地方拍摄过石头房，但是这种红色石板屋顶还是比较少见。正在我们闲逛时，遇到了几位村民，看到我们对石头房如此感兴趣，
他们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来。这石板啊，有的薄，有的厚。哎，对对，那么厚的话，就是从中间把它给再断开。哎，对，哦哦哦，这是拆开。哦，再踩开啊，就像这块石板一样，你看。哎，对，那它是从中间把它给裂开，但是那就老长标的了。啊，就是说它一分两半的时候，两片还是完整的。都有份儿的。都有份儿啊，都有份儿。这种褐红色的页岩是粘土岩的一种，容易碎裂分成明显的岩层，虽然抗风化能力弱，但是不透水，在地下水分布中往往成为隔水层。页岩防水防潮，五厘米的厚度盖房子最合适，平时用黄泥糊住缝隙，冬暖夏凉。听白恩浩说，一块石板有150斤重，需要3个村民才能从山上运下来。那像这么一大块石板都是怎么抬呀？这几个人这么抬吗？还是背着抬？背着抬。弄上那个镐，拴上铁犁，铁链子，后面一个这种往前往，从上拽着。嗯，它是是斜的，平的不能行，哎，哦，平的不行，得是斜的。富裕村地处深山，过去比较贫穷，村民就用这种方式建造房屋。因为运输石材和建造石头房都非常耗工，现在村里人很少再用这种方式盖房子了。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村民家里也盖起了砖瓦房。白恩豪家里就是一半砖瓦房，一半石头房。跟随他，我们来到了家中。啊，这个院墙是新盖的，没几年。哦，那这里边的房子可都是原来的老房子，已经有40多年了。这中间的那都是呗。那大妈，您是本村的吗？还是外村嫁过来的？我，啊，不是，就是前面那一村。前面这个村子。是西村。嗯，那这房子是您嫁过来之后，您跟大叔你们两个人盖的？不是，也是买上的。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呀？900块钱。900块钱。哦哦，什么时候？30多年了。嗯，30多年了。30多年了。听白恩豪说，过去的石头房子内部都是用木头顶和木框窗户。他家2011年刚刚经过翻修，现在加了吊顶的屋子更加暖和，看起来明亮整洁。房子平常只有老两口在居住。3个女儿和1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逢年过节还有农忙的时候都会回家帮忙。多长时间回来一次？那3年里这不是讲这一个来月。一个来月回来一次。哎，回来一次。大年儿刚小刚那个二年儿那总得半年才能回来一回来。远了不是。住得远的就半年回来一次。哎，住得近的一个月就回来看看你们。哎，哦，回来。就是聊起孩子们，白恩豪非常开心，拉着我们看起照片。听他说，虽然孩子们都已在城市定居，但是老两口还是习惯住在村里，几十年的石头房子也不舍得拆。现在村里面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外地去打工了，老人们住惯了石头房，为了居住条件好一些，也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内部翻修。这个照片是在哪里照的？就在这里了吗？啊，就在那个老房子里面。哎，就在那金门外头那个老房照的嘛。对，哎，其实从这张照片里面，我觉得还能看得出来，大叔跟大妈家对老房子这个感情。你看。这个房子啊，就是我们进门看到的那栋已经没有人住的老房子，这应该是过年照的吧？哎，去年的。去年过年，你看，哎哎，在过年的时候啊，虽然这栋房子已经没人住了，但是还是会贴上新的窗春联。哎，即使不住了，但是要贴上春联。哎，喜庆一下。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依山而居，靠山为生。在贵州省的安顺，同样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中洞苗寨人，至今还保留着穴居生活。中洞苗寨位于云贵高原东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里石灰岩广布，到处可见地下暗河、峰林和山洞。被誉为亚洲最后的穴居部落的中洞苗寨，就位于群山环抱之中。
你好，你们是住在哪儿的？在洞里面的。啊，你们是住在洞里面的啊？那这准备出去做什么呀？去等我老爸老妈。等你老爸老妈？你老爸老妈去做什么了呀？去赶集。去赶集？嗯。在哪儿啊？在中地，在这里等他们。哦，你们在哪儿等他们？就在下面那里。那我们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吗？可以啊。可以。我们在路上遇见的这两个青年是一对情侣，罗小香是中洞苗寨的姑娘，她的男友是广西人，两人是在广东打工时候认识的。他们这次回来准备跟父母商量婚事。交谈中，一辆货车从集市开了回来。小香，哪位是你父母啊？这是我老爸。啊，您好，叔叔，您好。买了什么呀？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哎。由于集市七天才有一次，每次赶集大家都会采购大量的商品，虽然每家的货物各有轻重，但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家互相帮衬一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当所有货物都卸下了车，村民各自整理自己的物品，三三两两地结成一队往山里行走。现在家里吃的水是什么水啊？啊，是自来水源。自来水，嗯，啊，家里可以吃到自来水，嗯，什么时候有的？啊，我们是三年了。三年了。啊，三年。以前呢？以前就是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挑用。听罗大叔说，近几年来，中洞里面的水和电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条通往山里的公路。虽然政府为他们免费修通的这条石板路，但45分钟的山路对于村子里的老人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嫁给杜实在，我70岁，70岁了，身体真好。70岁的老人背着货物走在山路上，却还总想着我们，怕我们受了冷落，主动跟我们聊天。快到山顶时，老人拿出干粮补充体力，一边还不忘热心地给我们提醒。看路啊，对，看路。在与老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曾提出要替他背一段路，但老人担心我们不熟悉山路容易摔倒，始终没有同意。45分钟的山路，仅仅上山我们就走了将近30分钟。走不动了，大叔。我这身上还没背多少东西呢，就是简单的背了一个小包。我们走惯了。你们走惯了，这得有40来斤吧。稍微有一个小平坝子，我们坐下来歇会儿。洞在哪儿？在这里啊，在这里。那个？啊，个洞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就那个。在薄薄的雾气中，我们远远地看见了中洞苗寨的洞口。虽然从山的这一边看到苗寨仍隔着一条山谷，但下山的路相对轻松许多。短暂的休息后，人们很快就陆续下山了。10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中洞苗寨的山脚下。梁老师，这个洞没有经过人工开凿吗？没有没有，自然形成的，全都是天然形成的。听梁老师介�绍，中洞洞高约50米，宽100多米，在深达200多米的洞穴里仍然居住着18户人家，可能是因为采光和空气的需要，大部分的房屋都建在靠近洞口的地方。这是那家吗？在，谢谢。哇，家里好多小朋友呀。您好，打扰了打扰了。锅里煮的什么呀？锅里煮菜。是菜是吗？我看下，对，挺好的，又有大鱼。这鱼是买的还是？那个买的。电视有信号吗？有啊。有信号。能收得到几个台呀？能收得到几个台？48台。48个频道。听梁大姐说，洞里很多的人家都有了电视机，看电视是他们夜间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我发现大姐家呀，就是用像竹席一样的围了个围墙，然后没有房顶，用洞顶当房顶。对，这比较安全。比较安全，为什么说呢？像后影那个瓦不会坏，所以他们愿意住里面的原因。不用瓦。啊，不用瓦。以洞穴为房顶，遮风挡雨，
用竹脊或木板作为墙，圈出自己的一片空间。中洞的房屋虽然比较简单，但村民把这个洞内的村庄打扫得很干净。这个小操场是我们自己弄的，还是这个小小篮球场？学校，那就学校在这里，他们这个是学校那个政府统一给他们做的。山洞里面还有学校，在哪儿呢？这里就是学校啊，在那边啊，这边就是学校啊。还有学生在上课吗？学生已经移走了，移走给他合法。创办于1984年的中洞小学只有3000教室，据说这里最多时有8个老师和200多个学生。学校关闭后，洞里的孩子和其他学生都统一安排在山外的格凸小学。因为生活在洞中，这里比外面天黑得早一些。下午4点多钟，洞中的人家便升起了炊烟。我们也走进了洞内的一户人家。这是什么做法呀？鸡肉，这是用什么做的呀？啊，是鸡肉的黄豆。黄豆，黄豆，然后放点辣椒。这鸡是买来的还是？啊，是买来的。买来的啊，山下。韦大姐说，由于家里粮食不多，洞内又没有草，所以洞内养鸡的人家并不多，大多数都是到集市上去购买。那么羊呢？牛啊，羊咱们放天碰上要脏了。哎呦，姐姐好。大姐家还有电话呢。你的电话响了，大姐家电话。我发现啊，其实住在洞里面生活上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有电话还有电视，水电都很方便，是吗？谁打来的呀？但是我的老公。你老公打来的。我的老公跟种地他买东西他讲是不得亲自来。他不要啊。给您打电话说一声是吧？这电话什么时候安的？韦大姐家的电话是在2010年安装的。由于中洞这几年逐渐为外人所知，来这里的游客也逐渐增多，洞里的人除了种地之外，还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大量的游客都喜欢在里面吃饭，体验这个洞穴中的生活，是吗？叫他们我们在这里路不通啊，叫他们要那羊来背来家，叫他们累了，他们那羊来不方便嘞，不好走嘞。就是叫路通水通。电通就是方便，就我们中洞就是它的路不通了。韦大姐告诉我们，由于没有通公路，现在中洞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活在这里。虽然在外人的眼中洞穴生活很不方便，但是对于故乡的依恋让他始终不愿离开世代生活的地方。